我用祖宗令牌给你打赌发誓，奥迪发动机只配给丰田发动机提鞋，奥迪发动机根本没有丰田发动机耐用，也就是说一个40万的奥迪汽车没有一个20万的丰田汽车发动机耐用，因为奥迪的发动机用的是最新的技术，那么这些新的技术使得奥迪发动机扭矩和马力越来越大，开起来爆发力强，加速也快，但是新的技术也意味着稳定性会差，小毛病比较多，比如发动机工作时里面的温度会很高，都能达到100度以上，这样长时间运转里面的油封啊各种密封垫啊就会提前老化氧化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烧焦漏的迹象。反过来丰田的发动机使用的都是老旧的一个技术，虽然动力差一些没有什么爆发力，但是成熟稳定，适合于我长时间使用我不换车的人群，公里数大了小毛病也很少，里面的工作温度也很低，发动机的寿命也长。那么现实中丰田发动机跑个几十万公里无大修的车子比比皆是，而奥迪车跑个几十万公里的没准有很多都已经进修理厂了，发动机舱油光满面的了还修不住，平心而论没钱就追求稳定性选日系，有钱喜欢驾驶质感的你就选德系美系。话说回来，不管是耐用还是驾驶质感，都可以用性价比更高的国产车来平替。